哎，林伟凡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两个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海外账户上存有大笔资金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哼，首先呢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钱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就算有钱，那也是凭我自己本事挣的。不可能，以你的能力，再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获取这么大的暴利？ 你是不是侵占了董事长在海外投资的钱？哼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我有证据，你信不信我去公安局告你？好啊，你们有证据可以去告我呀。我告诉你，信不信？你们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告你们人身伤害，你信不信？有本事你告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做贼心虚，肯定是他干的。 王叔，林伟凡的手机。哼，你看看这封短信，要对方透露地下管道汇钱到海外。这还有一条，这不是咬死杨法的吗？应收账款属于财务支出，切记要。 这不是做假账吗？串通林伟凡做了手脚。对呀，这个林伟凡更加胆大，竟然私下挪用海外的公款，入了自己的户头。平安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们去告他。给我等着，别那么嚣张。